讲过的话。废话，不要讲话了，听我讲完。就离开嘛，妈说好不好？是，我们是浪费大家时间，我们不必要再这样干。就没有说到我，那我怎么说？说过去的没有他说的话，对，明白我。跟他继续讲，因为你跟一个小孩在那边斗斗斗干什么嘛？抓人受大众瞩目，及刘伟人。抓人受大众瞩目，及刘伟人。不要再废话这些东西。所以今天我们少废话这些主席的话是废话，你不要说废话，你再就要说废话嘛？你抓一个小问题，你是个废话嘛？你讲废话，你浪费我们这些，我们跟他很耐，很有耐性讲过的话。废话，不要讲话了，全部讲完。如果没有这几个家政临时动议，怎么可以修改更改？第15次的刚刚里面还有更改而已。我们一个一个讲，来，我们一个一个讲，我们一个一个讲，来。苹果募集100位爆料公民，每月独家爆料2则以上照片或影片，如采用当月就发20000元奖金。爆料拿奖一举数得，照片1000，影片2000元。每周点阅数最高，再送奖金50000元。全民监督社会，从爆料做起。爆料请打电话或用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。